快来吃饭了。你说啥玩意儿？拿来吧你。是你的。让你天天套路我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啊，这样的。咱那阻止忘了，忘了端回来了。咋没有反应呢？这不完了吗？刚才拿东西的空档，这是给我换了。哎呀，我在里边掉东西了，我看你这个。Yeah.
好喝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哇！趁他没来，抓紧把鸡蛋炫了。嗯？天天套路我，给你加点料，让你吃顿好的。长眼心啊！我真是个人才。妈呀，呛的我都睁不开眼了。拿俩剩馒头干啥玩意儿？真是闲的。真是刺激，看你一会儿咋出洋相。我专门给你泡的，你喝的不喝就浪费了，我这是昨天剩的馒头啊。啥情况？咋和我想的不一样呢？该不会被发现了吧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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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扯呢吗？搬着石头砸自己脚了。又砸了。嗯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多吃点。有苦说不出的滋味是真难受啊。有人满足不了。那手把准备拿。你这是啥事啊？哎呀，拿手把水，想吃手把水，来喝点，去，拿点水。你现在这么多事儿，嗯，这年轻人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
好家伙，你是一点都不给我留啊！干啥呢？给你喝点汤，我去吧。嗯？趁老公没来，抓紧把我鸡腿藏起来，再伪造一下现场。哦、啊！又在搞事情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吃饭了。哎呀，吃好了。嗯。哎呀，那个，刚才辣油酱给我拿点去，辣油酱配合点，可好吃了。去，对对，我去拿哈。嗯。来来来，辣油酱。嗯。哎呀。你点辣椒。咋成小档了？哎呦，没有点快，我拿点水去。哦，奶也行，拿个奶来，奶。我拿点零食。看看，看看。妈，奶奶。哎，哦，这回就对了。今天看你能不能换个明白。辣椒酱配好粉，挺好吃。趁着活动多给我备点，好吧？姐妹们，这个辣椒酱真的是太下饭了，尤其是像这种天气热，大家就是没有胃口。炸！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真有你的！呀，我筷子呢？去帮我拿下筷子，我拿你自己的。
嗯，你老看我干嘛？我喝了汤。没事没事，喝暖凉了。哇，你这个四个鸡蛋呢？哎，我自己选的，也不知道我的里面是啥，一会儿吃你就知道了。小样，一会儿等着喝西北风吧，你那里边啥也没有。真是烂刀加量，想让你得瑟一回吧，看谁笑到最后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干嘛呀？嗯，吃完了。刷点刷点。哇！哎呀，真舒服。嗯，真香啊。啥情况？超级真香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大肘子太香了，一人一个，这样的话老公就不会吃独食了。好家伙，藏的还真严实，今天两个大肘子都是我的，你一个也别想吃。我拿走了，果然在这，那可就不要怪我了，姐陪你好好玩一下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吃饭了。哟，今天我习惯了，我吃习惯了，吃习惯了，都是我的了。你一个人霸占那么多，我怎么吃啊？有菜呀，吃菜，这个我也吃。哎哈，今天可真是满载而归呀。这是你自己选的。嗯，一会可不要怪我哈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
让你踹，是你踹进来的。这啥呀？这是啊啊！一个人。嗯，小央，今天给你加点料。嗯，呀，今天自己做自己吃。今天说啥也不能再上当了。这个鸡蛋看起来没问题，拿来吧你。先让你吃两口，这个也没事儿。小样的跟着你吃，看你还怎么套路我。这奶也没事儿。看着真不错，这想法给他抢过来。嗯，好，当然。哎呦！哎呦我去！有人。让你天天套路我，这大鸡腿和鸡蛋你一个也别想吃，全藏起来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该的还真严实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大鸡腿配上辣酱是真好吃啊。嗯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饭吃饭，来了。我的鸡蛋都还在，我就放心了。老公一回，你别哭哈。这辣椒酱配米饭真是绝了啊，味道好极了。你还别说，看着就有食欲，真是馋人啊。吃点吃点，我都吃饱了。吃吧吃吧，吃饱了我就放心了，终于可以吃大鸡腿了。这啥呀？
选上了你吗？就选上了。选一个吧。我选这个。好大。好。给这个来。咋吃呀？得把它支走呀。你什么选？腊八蒜呢？蒜准备好了。选的呢？邹指导，你会来这套？那不行，得想办法吃肉。哎呦我的妈！把个牛肉藏起来，魏遭一哈先唱，又在搞事情。我得迷惑一哈你。吃饭了。你拿什么钱？拿个手给你。嗯，别忘了。我起来喽！啊？怎么变成小肠了呢？我有点渴了，给我拿点水去。怎么咱们那公司也没吃个饭？来，干！来，今天看你能不能换明白。小样的，先让你得意一下。轮到我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咋不死呀？